这次得到五大有奖，我自己的感觉是非常的幸运。以幸运来讲，因为毕竟我本身在生医领域在做这些研究的过程中，因为我所做的领域是利用细菌来治疗肿瘤，一般来讲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，其实非常少人去碰触，也非常少人能了解这样的一个想法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之下，大家通常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，或者是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。慢慢加，不要让他可能不说，对对对对，这样非常的好。机器人有红色的机器人，这样一个。现在目前为止，利用细菌治疗肿瘤，在我们实验室是利用沙门氏杆菌。而是沙门氏杆菌，一般来讲，大家认为会是就是造成食物中毒啊，或者是有一些生菜沙拉上面的一些污染的过程中，而造成一些腹泻的一些症状。但是呢，当我们经过了一些基因的 deletion 或者是基因的修饰的方式，可以把这样的沙门氏杆菌变成减毒性的沙门氏菌。而这样的一个特性在于说，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沙门氏菌注射到血管里面去，它可以非常专一的标定到肿瘤这个地方，并且在肿瘤的地方复制繁殖。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生活还自己生活的一个老师。然后我的办公室的后面有一堆的一些漫画或者是小说，而这一些呢，甚至多比我的教科书还多。而这些告诉我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让我有创造力，让我可以去进入那些世界里面去想象不一样的事情。我想象我自己是不是个医龙，我是不是可以去开这样的一个心脏的手术？我想象我是不是一个拥有查克拉的一个人。可以让我可以发挥我自己很想要做的事情，或者是我可以站在水上啊，或者是我可以使出任何我想做的事情。那这些都是想象，那如何把这些想象变成我自己身上的一个能量，就变成说，在我休闲时间，我觉得休闲很重要。当你有充分的休闲跟充分的休息的时候，你在你的工作效率上会非常非常的快，因为你想要去玩，你想要去休息，所以你会很努力的工作。